八千里路很远，我是林峰啊，这个我了解。一峰姐震惊一啊，就变成林峰，厉害厉害啊，不错不错。好，来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题啊。阿杜，我躲在这里，手握着。啊什么啊，成语不得为等于我这个爱人我有点天真，会变成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问阿北，这个有点乱搞了啊。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阿杜阿杜德伟阿杜杜杜杜杜杜杜，大家好，我是五棍阿北，杜杜杜杜杜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五百，大家好，我是五百。楚雨啊，这个时钟，咦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答案会变成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答案变成武松。这个脚本谁写的？你妈妈的啊？什么？啊，大凯写的，写的相当幽默，谢谢大家。OK， 下课啦、哦！好好笑哦。首先听一下台哥的意见，大凯的表现啊，这次让我觉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然后他自己剧本的编排呢，也会最后还调侃自己一下，在贬低自己的同时呢，也晓得再一次 promote 自己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持的技巧上呢，运用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小奈今天表现就比较平一点，除了这个蛇后来让我们上了一堂生物课，知道它不是黄金蟒之外呢，我想没有多余的这个经验的地方。我觉得他这一次又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挑错 dancer。哦、oh, ，dancer 老师很强。哦，我觉得 dancer 老师今天的那个妩媚度超过他了耶。小奈的舞蹈我可以补充一下，因为一来你当然你的 dancer 跳得很好，然后呢，你在这个舞蹈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的手指尖，如果你真的要诠释这一首就是与蛇共舞这种性感的舞蹈，你的手指尖的那个媚度还不够。除了舞者有点把你抢掉之外，黄金蟒也把你抢掉了。真的呢，因为那个蟒蛇一出来之后，它太抢眼了。你那时候应该更霸气一点，你要可以驾驭那条蛇。可是，在你的肢体动作上面没有那样的饱满度，态度不太对，感觉像拿扁担。对对对，一根扁担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的歌曲可以从布兰妮的歌改成挑夫的话呢，应该就会加分。过山嘞。喂，那也太搞笑了吧！那现在来看分数好了，首先看一下小奈。小奈，小奈今天分数是五、八、十、十五、十八、二十、二十、二十分。二十分，小奈的分数二十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大凯的分数是七十、十三、十七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二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四分。哎呦，谢谢。哎呦，哎，小奈，对啊，你们不喜欢小奈了吗？喜欢呢、啊，喜欢。挑 dancer 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但是呢，这个还是很精彩的表演，尤其让我们上了一堂生物课。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下一位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剪影。哎呦 ，Oh my god！ 哎呦，这一看就知道啦，菜龟啊。不是啦。啊，不是吗？你干嘛乱讲啊？戴眼镜穿毛毛不是菜龟，还有谁？先欢迎出来好了。欢迎我们的西小瓜，他曾经参加 Lady Gaga 魔宝大赛得到第一名。从头到脚的行头都闪亮到不行的西小瓜，他可是全台湾 Lady Gaga 魔王大赛第一名。更因此有了跟 Lady Gaga 本尊合照的机会，猫们大家可别把他的舞蹈实力给吓傻，赶快全新战。光造型看起来非常强，然后他一走出来那个气势，气势有，气势是有。那今天你是要指定 PK 还是要抽签？我想要 PK 彩虹时代。彩虹时代，首先来看一下小瓜的表演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Lady Gaga. Hello, hello, baby, you called, I can't hear a thing. I have got no service in the
what did you say? Are you breaking up on me? Sorry, I cannot hear you. I'm kind of busy.这段表演要请这个专业的老师刘真老师给我们评语一下。我觉得今天看到那个，我先讲西小瓜好了。好，你模仿的 Lady Gaga 非常精彩，而且啊，你知道，因为你今天穿上的那个鞋子非常高跟的靴子，而且是细跟的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从刚开始站在这里一直到现在，你的态度从来都没变过。嗯，对，而且我觉得你的大腿啊，就是臀部到大腿一直到小腿前面的线条非常漂亮。哎呦，哎呦，人家看了。而且你知道你刚刚的那个 Lady Gaga 的那段舞蹈最好的地方哦，我觉得就是在，因为她的舞蹈是很疯狂的，可是呢，你在疯狂当中，你又把她的细腻感跳出来。这个很难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简单，很棒的表演。而且我很喜欢他开场的那个 pose， 有没有？开场 pose 给他示范一下。对对对对。哎呦，你看那个曲线。来，莎莎 copy 一下。哎，你起来做复健，对吧？S 型啦。那只脚是伸直的啦，那只。三个字啊，我也出去。好了，在这边正式宣布，莎莎无法伸直啊。非常遗憾啊。对，你要伸直啊！你都油切就切成这样了，还是你跟我一起？我跟你一起可以啊，来，我得试试看。哇！哇！你很会耶！为什么？是不是大腿拉伤吗？对啊，我好像也无法伸直。对，有这种那个。补充一下那个彩虹时代，我觉得其实你们今天的表演也很棒，因为我有大概两个礼拜没有看到你们表演，我觉得其实你们身体的能力进步了，因为你们这个舞蹈我有看到比较多的力道，对，然后呢，你们的节奏感、你们的队形的编排变化都比较细致，对，所以我有看到你们的成长跟进步。好的，是，哎，这个两边都有长处，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好了。好的，首先看一下小瓜的分数。鸡小瓜今天的分数是多少呢？四五六七十。